这个忙啊，帮不了。我听他的。林婶儿，瞅我干啥？我还能把头发剃了演你爸呀？那你养我妈呢？拉倒去吧，你妈都没多少年了，我演你妈合适吗？金姐还不知道啊？那也不行啊！哎呀，那你要我说呀，就你王叔演你爸是最合适的。不是你俩怎么回事啊？就这么恨我吗？不是，徐红凯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来，我冒充你爸，你爸能放过我吗？啊，这么多年，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干啥工作的。哎呀，你这那叔啊，哎，我听他的。婶儿，就让你王叔演吧，我俩还有事儿啊。不是，你俩说话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？叔，叔，考没考虑我的感受？王叔，就剩十分钟了。帮不了就是帮不了。守旧兵将，守旧彩电，家具换钱。站住！干啥呀？你要抢我破家具啊？你抢？大爷，你都收啥呀？你有啥我收啥呀？儿子收不？我左边拿去，没工夫跟你斗。守旧，大爷别嫌别守了。哎呦，这样我跟你说点事儿，你养会我爸呗。怎么你要疯啊你啊？我演你爸，那你亲爸呢？哎呀，你别跟我提他了。什么玩意儿叫不提他呢？我演你爸，然后最后你亲爸一回来，哭嚓把咱俩堵屋里头。我成啥了？不是，一会儿有个记者来采访我和我爸，他没在家。采访你干啥呀？放心吧，采访好人好事儿的。大爷，就剩五分钟了，行不行啊？大爷，我还得干活呢。大爷，我不耽误你挣钱，完事给你500块钱。妈呀，你知道我一天营业额是多少？1000。他不是2000，他太危险。3000，带爸回家。哎，大爷，你家呀？进来吧，这我家。挺好，快。哎呀妈呀，你这个沙发也太旧了。我最多给你80、啊。站起！你现在是我爸收家具来了。我忘了啊，我是你爸。站起！让爸坐了。你不得跟你交代明白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一会儿你少说话，看我眼色行事，明白不？咱俩谁是爸呀？我还得抽3000，听你的。你这衣服这麻上干啥呀？到底让人认出来？你快点，记者马上到，快点换个衣服。费劲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终于找着了。哎来了。哎你好。你好。请问您是熊凯先生吗？啊我是。啊我是城市小报的记者思梦。哎呀你好快进、哎、快谢谢啊。哎您请坐。哎谢谢。哎、您坐。咱之前通过电话、啊、说想采访一下您的父亲，不知道您父亲。啊我爸在家了。爸呀，记者来了，快打个招呼。来、哎、快。那个、啊。叔叔您好。我是记者。哦，我是爹。啊，不是，我是他、那个你叫啥呀？徐洪凯。哦，是。哦，我是徐洪凯亲生的父亲。啊。那熊凯是我亲生儿啊。是。这个千万别怀疑啊，我们就是亲生的，绝对不会说3000块钱雇。我爸呀，你怎么事啊？一看到记者人采访，你怎么就紧张呢？哦、他就想表达他是我爸。啊、哦，爸你别紧张啊。嗨，您怎么没见过几个、啊、叔叔？您不用紧张，也不用拘谨，咱就是聊聊天儿。啊，聊。叔叔，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就是收藏，收藏的。我爸收字画古董。啊，收藏。我啥时候收过字画古董？我就是收。叔叔，他这是咋的了？啊，这孩子打小就爱跳孔雀舞，你瞅把这毛秃噜的。啊，叔叔，很高兴见到您。是这样啊，您的儿子呢一直在养老院做义工，特别的优秀，所以今天来啊，想了解一下您平时是怎么教育出这么好的儿子的呢？他还干这好事呢？行啊，说事儿。叔叔，啊，说我了吗？啥？哎，叔叔，敬老院是吧？对，是。那个敬老院呢，我打小我就带他去，那一到门口就喊呗，啊、收古玩子吧。
所以说呀，不容易这些年呢。啊，我作为这个当爸的呢，儿子，爹回来了。妈的，回来！你坐这儿啊。儿子，开门呐。没事。哎，不是，王叔，你咋来了呢？王叔啊，我仔细的考虑了一下，你是个好孩子，能帮你是我的荣幸啊。不是，王叔吗？这个是记者同志吧？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徐宏凯的父亲。啊？哎，又一个父亲。已经又一个父亲。又一个父亲。不是，刚才徐叔叔我们聊的。等会儿，徐叔叔，记者同志你坐哈。徐叔叔在呀、啊，徐叔叔在，你让我来干啥？我的天哪，我的。你咋在这儿了？我先进来的。哎，我们家电视你到底要不要啊？要要，走啊！那先收你家电视。在干啥去？记者采访呢。这怎么还俩爸呢？对哈、啊，正孩子一个爸是吧？嗯，来来，你看，来来，来，来，你看这是。我岳父，岳父你，岳父，岳父，那个，这是我亲爸，你看啊，这不俩爸爸，他俩一见面就长毛毛吗？嗨，岳父啊，不是，宏凯，你都成家了？成没成？啊，没成了。到底成还是没成呢？那什么？他俩为我是指腹为婚，就差领证了。对对对，就差领证。这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两个好爸爸，真是为儿女考虑呀、啊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岳父、哎，您对这个女婿还满意吗？特别满意啊！那个简单说几句啊，这个徐宏凯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，做了很多好事啊，但是呢身世非常的不幸啊、哦，从小就没了母亲。是吗？是不是？啊，是。哎，他妈走的早啊！妈回来了。妈，你干啥呢？李婶啊，你咋来了呢？宏凯呀，啊，婶，我就想了一下，这是好事啊，这个忙我和你叔必须得帮，所以我俩不是马上就过来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你叔马上就到，别着急啊。李婶，你记者同志啊，我是宏凯他妈，你别过来。不是已经去世了吗？啊，我去了，去是去去哪儿啊？去啊，岳母，岳母上哪儿去啊？来的嗨、啊哎，岳母啊，吓我一跳。啊、岳母也是妈吗？对，啊，对，是岳母啊，岳母。哎呀，老王头，你怎么在这呢？谁是老王头？你看明白了啊！我现在是徐宏凯岳父，你是岳母。你作为岳母，你岳母，你作为你不知道该坐哪儿吗？哎，这是我老伴儿啊！对对对，老伴儿，老伴儿啊，给你介绍一下啊！哎，这是咱亲家。亲家，亲家，徐宏凯的父亲。你看多水灵，这儿来了。幸会幸会幸会。你好，幸会。不是，你这咋像刚认识似的呢？这怎么能是刚认识呢？这里有原因哈、啊。这是我刚找的老伴儿。刚找的老伴儿。啊。特别的恩爱。啊，看出来了。那个记者同志啊，哎，宏凯这孩子才好呢，是谁家有困难他都帮忙啊。嗯，回去之后你可得好好给报道报道。儿子，爸来晚了。儿子、啊、哎，不是，这位又是爸，岳母岳父。干爸。
啊，干妈来了。对，干爸。干爸干，我就听他的。啊，干爸啊。爸，是，出来了，不多穿件衣服呢，不冷啊？着急呀、啊，这是。我穿的也不多，冷。这是我老伴儿。对，啊、不就那你这。你这个时候来就剩干爸了。干爸，不是这个，他跟他，徐叔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糊涂了是吧？啊，我糊涂半天了。我跟你捋一捋啊。哎，首先说我这边是定死了啊，我是他亲爸。有一个事儿我到现在没整明白，这老太太到底谁家的？岳母是吧？你是岳父，这俩是一家的。这个最后来的就剩下干爸了，明白没？明白了。那咱爸妈都到齐了吗？啊，那个不出什么意外的情况下，可能是齐了。今天都来得这么全，洪凯，我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啥日子？关于徐洪凯的，徐叔叔，您知道吗？啊，今儿我猜他是要把这破沙发卖我。爸，叫咱家。啊，叫咱家，那我。岳母，您知道吗？今天应该是洪凯。和我女儿的结婚纪念日吧。哎呀妈，还没登记呢，啥玩意儿？他说错了啊，我是明白人啊。您说，我今天当外公。没登记就当外公。干爸，您呢？啊，我听他的。你们说的都不对呀！今天是洪凯的生日，不是你们不知道吗？啊，生日啊！我能不知道吗？我来之前，敬老院的爷爷奶奶们告诉我，今天是洪凯的生日，所以呀，特别委托我给你带来的生日祝福。哎呀，哎，你等一会儿啊。啊，行。这是爷爷奶奶们带给你的，来。啥呀？快看，爷爷奶奶们送你的，看还有这个，30个鸡蛋。他们还叮嘱我一定要看着你把这些都吃完。吃完又噎着。那啥呢，洪凯毕竟是我儿子是吧，过生日咱得唱首歌啊。行啊，好，来预备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呀，今天我太开心了，这是我过的第一个有爸爸的生日。哎，叔，哎，婶儿，王叔，大爷，我是你爸。行了，你们别演了，我自己都演不下去了。你说我怎么能干这事儿呢？记者同志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其实他们都是我的邻居，不是我爸。不是，那你的爸爸？请问哪位是徐洪凯？您好，我是。你好，我找你有点事。那个，你们其他人麻烦你们先回避一下啊，我有话跟洪凯单独谈谈。好，那行，回，别难过啊。没事啊，还有我们呢啊。回头联系啊。没事啊。洪凯啊，我把这个交给你，你收好了。我还有别的任务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谢谢您。